风太严重，伤害水南乡的产业，造成乡内400多公顷的农作物也搁浸在水中来。农民党无政府来重视，一家人载着因水暖起的作物来到管户头前顶前，拜托相关单位赶紧来斗三工。啊，这人拢淹水的啊，拢去啊。风太来，水来，大楼水拢袂当出去，牡丹大白爱争取来往抽水站。今仔日就是主要叫农友的这边在对在农产品来，另外给阮补充一下。水南乡内因为临近出海口，县内大小的排水系统拢挖来水南，现在饮水灾情解决未了。水南乡长陈怡芳也带头要求相关治水单位来重视水南人民的安全。希望分林县政府会当甲阮水南乡的治水工程，然后列为优先计划，啊去甲阮斗争取补助。第二点，每一冬拢因为这个饮水的这个问题，啊导致阮的农产品安尼，你看，鸡啊要收啊，煞因为饮水多。你看暖气、臭生气，要有系统和完善治水工程，需要大量的经费，地方政府也是完全无奈。尽量用在附近的方式去处理吼，啊，不过这无法度解决根本的啦吼，根本嘛是要有迄个规条的经费吼。这一届到位，像乡亲当时直直坚持讲一届到位，啊，问题一届到位根本中央无要给人钱，咱就家己吃吼。啊，无阮咧中央的啦，阮咧中央的啦，阮地方百姓跩农民直接来中央的吼。啊，希望。农粮署给我们一个专案的补助，你们要请一个有关单位来回复我们，我们才肯走。我们陈情书要交给你们。上礼拜六有去勘，署长上礼拜六有去勘察过。那这个部分只要达到专案救助标就损失20%以上的话，县府会马上去启动，然后还请那个农粮署的部分尽速办理专案补助。要求政府为水南建设完善治水工程，以及这届洪灾农损补助，水南民众愤慨声音也伫县府农业处以及水利处单位接下订正书，表示尽速介入协助，订正行动才过一段路。记者李嘉山，差不多。